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学府都市，处处留存着千年之前的风姿雅韵。国学书院位于京都市中心，从东京乘坐新干线需要大约2个小时，从大阪乘坐电车需要大约40分钟。国学书院所处的京都，拥有京都大学、立命馆大学、同志社大学、京华大学等众多日本代表性的著名大学。京都培育了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，此外还拥有京瓷、欧姆龙、任天堂、岛津制作所、华歌尔等许多日本屈指可数的国际知名企业。在古都京都，现在仍能接触到很多日本传统文化，还有众多游览胜地，如岚山公园的周恩来纪念碑、金阁寺、银阁寺、清水寺、平安神宫等。对满怀理想和憧憬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们，国学书院全力提供支援和帮助。这里是学习的场所，可以相互促进，展现自我。这里是相遇相知的场所，为你提供人生难得的机会，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，以及师兄师姐们，还有日本著名企业家、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度过。这里是异文化交流的场所，可以接触异国文化，开阔新视野。国学书院，为留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援的日语学校。至今为止，我们与大约3500名留学生进行过就职面谈，并一直为他们提供在日就业机会。为了让留学生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志向，国学书院为其提供来到日本后的第一个舞台。哈鲁，通过有特色的、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，参加校内外的各项活动，不仅能够提高日语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创造力、交流沟通技巧、公益心和忍耐力也能够得到提高。我们与很多企业经营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在此有很多机会可以结识到各方著名人士，还可以参加对本校提供支援的企业经营者所举办的研究会和交流会。为加深与当地人士的交流，准备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。
风莲花。此外，还可以与在同时开设的中文教室学习中文的日本人进行交流。为了给中国家人来日本时提供住处，准备了连旅馆都相形见绌的日式房间。在信息角，可以就生活和学习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，向活学书院的员工进行咨询。为了让留学生们能够随时利用互联网，在信息室常备三台电脑。图书室收集了各所大学的入学指南，还有日本学者和大企业经营者所出版的丰富多彩的书籍。为了防备万一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，还准备了医务室。本校具备完善的办学条件，可以为您提供学习的场所、相遇相知的场所、异文化交流的场所。衷心期待着各位留学生主人公赴我校就学。活学书院，为留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援的日语学校。